来关注前段时间深圳一355.8米的超高层建筑赛格大厦发生晃动的后续消息。最新官方回应来了，相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对外表示，通过大量的检测、监测、试验和分析论证，赛格大厦在设计荷载范围内和正常使用情况下，主体结构是安全的，可继续使用。而发生晃动的直接原因则是桅杆风致涡机共振。专家表示说呢，通过技术调查、环境和设备运行调查与测试，排除了地铁运行、周边工程施工或者是爆破、空调机组运行等影响因素。而通过对风致振动与结构累积损伤的重点分析，所以呢，专家组认为桅杆风致涡机共振和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改变的耦合，造成了赛格广场大厦的有感震动。现在呢，大厦距建成已经过去了20余年，大厦局部楼层、压型钢板组合楼板以及桅杆连接顶等均有累积损伤的出现，这使得结构频率、阻尼比等动力特性发生了改变，使桅杆和大厦主体结构具有了2.12赫兹的共同振动的频率，形成了共振的必要条件。但是专家呢，同时也表述说上述的局部累积的损伤只是对结构动力特性产生了影响，并不影响主体结构的安全。那对于如何解决大厦有感震动的问题呢？专家组认为说，拆除桅杆呢可以有效解决大厦有感震动的问题，桅杆原有的防雷航标功能可以在桅杆拆除之后在楼顶重新布设。相关部门表示说，桅杆拆除工程将